主料韭菜150克鸡蛋2个中筋面粉250克辅料油盐味精13香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韭菜切好鸡蛋搅好锅中倒油鸡蛋放入锅中鸡蛋好了弄碎然后和韭菜放一起用温水和面浸10分钟即可馅中加油味精盐和适量的13香即可面搓条揪小块搓揉好擀皮包成饺子形饼铛预热2分钟锅中倒水饺子放进去扣上盖子2分钟开盖子再少加点水差不多熟了加入适量的淀粉水再过1分钟出锅即可烹饪技巧和面一定要用温水饼铛必须先预热10分钟加淀粉水是为了把锅贴上面出花型可是我失败了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